大姐夫，哎，不是大姐不在，你也不做饭呢？哦，我刚下班。你刚下班是你不做饭的理由吗？对，马上做饭做饭。哎，站住！怎么？哎呦呵，你把那揣子，还有那些什么铃都搁外头，你进厨房啊？对对对，大姐肯定也这样。我说大姐做饭有股下水道的味儿。嗯，哎哎哎，带上围裙。哎，好好。哎呀，你说你可真行，你做饭得有个做饭的样，你和大姐都这样。哎呀，你得说说她，你。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炒勺拿起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。啊，拿起来，过来过来。拿炒勺干啥呀？你拿炒勺，你我得告诉告诉你，你得做饭得有做饭的样啊。来，摆个造型。对对对对，行，做饭吧，做饭。哎哎哎，哎呦。哎呀，大姐夫啊，我大姐呀不在家 我叨叨两句啊，我怕大姐听见她不高兴啊。其实一个女人的档次啊，完全是看她的老公啊。你看我二米粒让我教育的啊，那完全是一个上了当的女人啊。啊，不是上了档次的女人啊。哦那也让我教育的，由二驴子直接变为三驴蹦子了。你再看看我大姐，我大姐让你给教育的思路不通。你说我在家里就愿看个球赛，每次看球她拿个吸尘器在我眼前面晃来晃去晃来晃去，我看的是足球，我看的不是肉球。顺春啊，你不能这么说你大姐。你大姐平时多辛苦啊，啊还做了很多好事儿。哎呦，谁呀谁呀谁把我裙子给我洗了。哎呦，那个三米粒啊，是这样，你大姐听说你要出国，昨天连夜把你的衣服给洗了，都给熨完了。谁让她洗的？人家裙子只能干洗不能水洗，看吧，好好的一条裙子愣给人洗成裤衩了。你打算吗？给您用吧。哎，对了，啊，谁看你护照了？哦，那个护照是这样的，你大姐怕你弄丢了，看你随便扔在床上，就给你收到那个抽屉里边了。谁让她动我东西的？我都找不着，急死我了。你大姐也是好心。对了啊，等会儿大姐回来，麻烦你送她四个字啊，别进我窝。钱师傅，哎呀，钱师傅，哎，你是不是动我化妆品了？我没有啊。那怎么一个日霜一个晚霜谁给我折一块了？我问你呢。我有病啊，一个日霜一个晚霜我给你折一块啊？肯定是我大姐。大姐夫啊，你管管我大姐。怎么了？你说每次一给我收拾屋的时候就看不上我那梳妆台，说我这化妆品多。你说挺好的一个日霜一个晚霜给我折一块，你说我咋用？你中午用呗。你给我滚一边去。那个二米粒，那个你大姐啊，这也是好心。好心的手太欠儿了呀。啊，大姐吧，麻烦你，我大姐回来的时候你转告她四个字，别进我屋。哎呀，大姐吧，看见没有，这就是大姐在全家人眼里的形象，全怪你。怎么会怪我呢？这样吧，我也送你们两口子八个字，我大姐是成事不足，你败事有余。哎哎哎哎，做饭呢？做什么饭呢？我都败事有余了。你别，你自己不吃啊？我吃什么吃啊？气饱了。不是，大姐夫，你看你还生气了。送你四个字，别进我屋。